虎扑11月10日训诫周三俱乐部在官方网站宣布与主教练加里蒙克解除合约。英冠联赛11轮过后，谢周三取得了3胜3平5负的成绩，目前在积分榜上排名倒数第二，与末尾的德比郡同分。由于违反英格兰足球联赛的盈利和可持续发展规则，谢周三遭到了 EFL 的扣分处罚。EFL 判罚在2020-21赛季对谢周三扣除12分。经过上诉后处罚减至6分，造成谢周三如今排名倒数第二的局面。尽管最近两场比赛，谢周三击败了排名第四的伯恩茅斯，并0-0战平了排名第九的米尔沃尔。但由于此前球队遭遇了连续四场失利，俱乐部主席查西里对球队的表现很不满意，最终做出了解约的决定。41岁的蒙克球员生涯曾效力于南安普顿和斯旺西，2014年成为斯旺西主帅，曾经获得英超越最佳教练奖。离开斯旺西后，蒙克先后执教利兹联、米德尔斯堡和伯明翰城。2019年9月接替辞职的史蒂夫·布鲁斯执教谢周三。赛季结束后，球队在英冠积分榜上排名第16位。刊物小编不慎将解除打成接触，影响阅读体验，非常抱歉，以后一定多加注意。